道，苗栗县三义乡铁道自行车迎接秋天到来，在铁路沿线设置缤纷亮丽的各种风车，不但让旧山县焕然一新，随着风车的舞动，更让人感觉置身在童话故事情境中，也让游客只说真的很特别。搭乘全国首创的苗栗铁道自行车出游，哎，感觉这视野更缤纷了。不但铁道自行车上增加了像花朵一般的风车，铁路沿线各个景点也搭配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风车，让旧山县除了原本的复古风情之外，还增添了亮丽的色彩。风车感觉很漂亮，没有，很特别。之前有来过，然后这次是感觉这边 还算蛮有经营的。铁道自行车业者指出，旧山县拥有独一无二的七彩隧道群、居高鸟瞰的龙腾断桥和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，为了迎接秋天的到来，特地推出秋舞漫城风车季，透过风车造型打造地景艺术。例如位于圣心车站内的这座幸福钟，早就成为游客到访的热门打卡景点。每一个行人或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来这边拍照，是吧？必拍景点就叫我们的爱情风车。业者表示，风车造型几乎都是以爱情童话故事为主体，希望让游客沉浸在浪漫幸福的氛围当中，体验苗栗漫城之美。记者张新杰，苗栗报道。